这是咱们家的一款风格刀，朋友们啊，屠宰风格用啊，切肉朋友们都可以啊，可以看一下这个啊锋利度啊，手起刀落啊，轻轻松松一刀划过就掉啊，带着这个猪肉皮朋友们，同样的啊，一刀划过就切掉啊，再来一下，来一个刀端测试啊，下一个啊西红柿朋友们啊，想要多薄就削多薄，刀刃飞快，朋友们你看一下啊，再来一个刀端测试啊，来一刀A4纸啊，就这么轻松啊，再来。